还是我帮你们砸这些水泥墩子吧，师傅比你们人工砸得快多了。你可该干啥干啥就得了，我们半个月的活差点让你给毁了。大夏天的，你给他盖这么厚的被干啥呢？瞅瞅，师傅都给捂出热痱子来了，再不揭开呀，都得粘连。哎妈，倒了，谁要你干啥呢？下边有媳妇啊，赶紧跑啊。谢谢你的好心啊、哦、不过我劝你还是配个蛤蟆镜去吧，要不容易跑偏。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水管漏了？可不是那么回事啊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厂子勾兑奶茶的过程，跟你们喝的色儿是不是一样一样的？大爷，就你这技术，这是牛顿走的早啊，要不他非得来给你掰扯掰扯，这底下啥都没有他都不塌，咋回事呢？这么笨的，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，就好比那吊带兜点，他不也不往下掉吗？哎呦我的妈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